各位早晨，欢迎收睇今朝嘅天气报告，我系江伟。过去几日香港都落雨，今日天气终于好翻啲啦，可以见翻多啲阳光。首先同大家睇下大范围嘅卫星云图，可以见到啊，过去几日覆盖喺中国东南沿岸嘅云带啊，正系慢慢咁样系向东移噶，而且咧系转薄紧。咁所以预计香港呢边今日天色咧好翻好多，咁日间咧会系大致天晴噶。咁啊，而家睇翻出边嘅最新情况啦，而家维港望出去都可以见到个天色咧都相当唔错啦。氣温方面去到7:30，而家市區嘅氣温大約有20度，新界地區咧就低啲，咁係介乎16至19度到噶。至於今日嘅詳細天氣預測咧，會係大致天晴啦，最高氣温會上升去到24度，風方面咧係吹和緩至清勁嘅東至到東北風。去到展望啦，預計香港未來一兩日嘅天氣咧都仲係相當唔錯嘅喎，咁會係部分時間有陽光。好啦，呢一節嘅天氣報告講呢度，拜拜。